为你守候，就让爱的最美在2012。不爽快，爱紧甲我讲呢。知啦。对啦，我听人讲，你甲陈医师冤家哦，啊，到底是啥物代志啊？到需要我去斗三江家了解一下。哦，免啦，我甲伊无啥物代志啦，啊，只是阮。对鱼缸的问题有一点仔意见不同，所以无代志，你免烦恼啦。安尼，师妹，不管安怎，你若有代志一定爱甲我讲。搁再讲，我已经是你男朋友啊，我嘛有责任来替你斗相共，替你分担。你莫家己一人拢担起来，啊，啥物拢唔讲，知影无？知。看因两个人平平静静。一定是那个查某无甲真相讲出来，暗藏起来。刘世美，啊唔对，我应该叫你刘世美。你个是遐尔啊精彩，我无讲，唔着足可惜。阿嫂，世美，啊，听人讲你下晡身体无爽快死命。哎呀，你啦，啊，真正。你陪你上去山去，无论是上山下海，或者是陪农民来去种田，拢好好无代志啊。是毋是有啥物特别原因，或者是有啥物讲袂出嘴的原因？无啊，那有啥物原因？无啊，上好啦，你敢知啊？离山去愈近。酸碱血都给的，身体也不好是会袂堪的。尤其是一挂不好的，那是大串线光死，不是后悔能改变。还是想要建议你，赶紧找些时间去病院检查一下，啊，看是有啥物隐疾啊，或者是有啥物歹物件，早期发现，早期治疗，未来发作就会写袂好。是啊。多谢你的关心啦，四妹什么代志拢无？你想你那高智啦，而且迷信啊，你来知影四妹有无？一个人身体是不是健康，啊是好人啊是歹人，外表看起来拢袂准的。上重要的是，俺们本人应该是上清楚的。我是真心的关心四妹，啊我们家想看能够看清楚，四妹弄掉。摸不着，你讲了完全正确。我知影，今日你医院嘛有去病院查对无？你应该是去做彻底检查嘛。若是要论转诊哦，你的经验一定比我甲你上较好。啊，就亲像你所讲的啦，当年你解决种压力哦，这款痛苦你应该是上了解。无的确嘛有一挂什么问题已经造成你身上隐疾啊。安尼讲起来，应该是我爱较注意你、较照顾你才对啊。因为请问姐，今日医生敢有替你做详细检查？你是爱较注意呢，千万唔通什么部分闹过去，也若无，亲像你讲的，造成什么危险，你后悔着无？刘世美，谁叫你打？敢讲我的囡仔是疾病？要跟你开心啊！想不到你竟然对我是派面笑看，你敢知影？你对车表现，实在是足无自信、足无尴尬的。
啊，不过你放心啦，我看来你想能够怪民主上来跟你计较。孙奶，我真正是诚心诚意，想要以一个转去过来你的身份，给你一挂地址。卡叔，若有一挂见不得光的代志，都要两早讲出来，大家共同面对，坚守对策，做一个危机处理。卡片到时，我竞选对手，把一挂未见证的代志拢压压出来，安尼。对应用掉婚礼上的彩旗。叔啊，请你讲话较有站站的。你伫外口，敢拍对台，互外口的人看伊兄弟仔相台，这款笑话还阁无够。即卖伫咧厝里，你要阁把遮当作是你选举的阵地，对四妹这么无客气，你真正有够超过的。好啦，别阁讲啦。李文。他等下庆祝遐，不是有啥物喜事要甲大家庆祝？你安尼破坏大家气氛，安尼敢好？庆祝遐是无欢喜哦。我了小提醒你一下，想袂到你脑筋反应来遮尔紧，真正是一个不可思议。大烟灰，脑筋跳，高反应，健康，一个员工。真正是不简单呢。都准备好了。来啦，把果汁放出来，放出来。好啦。唐总裁，民国酱。哦，多谢多谢。来，姐，弟。啊，来。立翔。你知影你哥即摆伫倒位？我唔知呢。啊，今日庆祝唔知安怎？啊，那向通知咱大家，还佫有总裁来咱家食饭。啊，唔知是甚物代志？我听伊讲你讲电话的声音，无敢那真欢喜哦。我咧有，可能是赶紧想要替李翔啊甲四妹办婚事为患。啊、那真正是安尼哦，我一定爱替伊庆祝哦，哎，饲一个仔，佮伊拍婆啊！哎，我来了，吼吼，向他。我一定要来啦！庆昌叫你来哦、喔，你找你要送啥啊？啊，是国车执行长来你门口做创啥？警察让你来啊？你讲啥？这是引狼入室哦、喔！这是讲啥？我的意思讲吼、喔。要吸引这一个狼进入我们家室内啦！是啊，执行长，下礼拜谁啊？秘书长，还是你调料？好谢啦！执行长，对嘞。两个奸夫淫妇，明明哦是个病格啊，搁在装不熟，真正是有够矫情。你大龙来哦，庆昌，你总算倒转来啊！你叫大龙来，到底是有什么代志，像你爱生病呢？大龙都知啊。我接内部，真够多哦。庆昌，这一个娃娃床呢，内底阁有这么侪玩偶，
啊，先话哈，啊，你有朋友要生囝哦？啊，是你想要生囝，想到已经八代了。哦，妈，是我别讲啥。别紧啦，其实小妈拄只已经讲啊重点啊，这重点就是囡仔。今日哦，我跟恁大家请来吃，都是要等恁大家传播这个好消息。我跟爱妃经过这么多年的打拼，总算是有心结出来。启聪，阿丽的意思是讲，爱妃伊。妈，爱妃有心啊。我准备有家己囡仔。这物件哦，就是我为我的囡仔准备的头一礼物啦。我要让我囡仔知影讲，我带伊来这个世间做囡仔，已经等足久啊。我要做爸爸，我要做爸爸呢。爱妃有心啊，我会记伊我讲过，庆昌根本就未死嘛。那呢？这个囡仔不就是我小红点妹的？妈，你别做阿妈呢，你看你啦，听到这好消息，规人拢忘记啦。你一定是欢喜噶，唔知要讲啥哦。真是你阿妈较好。哎，恁大家是安怎啦？听到这个天大的好消息，唔都应该欢喜才对啊！啊，恁大家哪会看起来，连倒三箱是去惊着共款啊？庆全啊，恭喜你！啊，可能是你这个好消息真正是属于我，所以大家才会听一个拢戆生气啦。对啦，哥，恭喜你，总算我是做阿姐啊。你即马是咧怪我生囝生了上慢，等下你甲四妹结婚了，都我甲你催啊。阿四哥，你卖加油哦。哈啊，是讲庆昌啊，你讲爱妃有心切代志，你真确定？小妈。我知道你是安怎来问啊啦？你是在烦恼我无得生哦？坦白讲嘛，下晡我去病院，听到爱妃有心的代志哦，我嘛跟恁同款呢，错一个呢。而且我够足生气哦，我够两尊讲爱妃伫喺外口，甲人头啊暗去，我做何辜啦？我够差一点啊，要拍迄个医生呢。后来医生哦，伊甲我解释清楚了。我才知影讲，是我家己误会啊啦。原来我并不是完全无得生啦，只是爱妃有生的机会哦，较低尔。啊，就因为进前我压力较大，才无得甲爱妃有囡仔。啊，不过可能是最近哦，我甲爱妃的感情变好啊，啊心情变啊轻松啊，结果爱妃就有啊。你知吗？我相信哦。一定是你这几年来一直在做善事，所以你的心意感动天公伯啊，阿姨才会赐予咱这么大的礼物。妈，多谢你。不知道要怎麼表达我对你的爱和感激，真不要紧了。
意思也是啊，你随时要跟我讲，还是跟你做下去袂好。但一定要保持一个充满爱、甲温暖的家庭，互咱的囡仔。对啊，安尼本家就后一代啊。像这李处长的面色看起来怪怪，就连大家的面色看起来嘛不是真欢喜。敢讲李处长有啥物袂当讲的秘密？你敢知影？因为最近选举的关系，我不得已刚过煞拍对台，啊，甲厝内底安尼舞甲吵吵闹闹，差像拄仔迄款欢喜的气氛哦，真正是足无简单才有诶呢。看到阮哥一早伊有家己的囡仔，迄款欢喜的表情，连眼神拢变甲足温柔的，我真正足希望，因为这个囡仔会当乌云厝内底都来平静。你老孙讲你安尼换一个所在换一个名，你就好重新过你的日子。甲你过去所做垃圾代，全部放后袂记啊！一直到今嘛，我阁无天心无计的消息。你想要重新啊？无你有啥资格重新啊？你是凭啥？你拢袂信命哟！你是在想啥？想到拢戆神去啊！连脚踏车骑过来要弄着你，也阁毋知要啥。也是讲，你嘛甲我同款，看着阮哥感受啊，今日浪漫的互动，你嘛去感动着我。坦白讲啊，今日阮妈跟大妈还阁江总裁因提起我们办那喜事，我听了就有感动。所以我一句话想要对你讲，李翔，其实我也有一些事情要向你坦白，是跟喜顺有关系。我你先听我讲完啊。其实哦，我大妈跟我妈要我出来选的时候，我真正足惊吓的。我惊我的能力不够，惊我若是踏不着脚步，我会害本家失去政治的舞台。会让伊失望。袂啦，你表现甲足好诶。咱咧义卖养生粽诶时阵，虽然恁阿嫂叫辣妹天团阿徛来，阿嫂诶人拢吸引过去。你敢知影？迄个时阵，大拢足紧张诶，只有你上冷静，大声甲你诶证件讲出来。我迄个时阵徛你身躯边看你，真正感觉你足有勇气，嘛足了不起诶。迄是因为有你伫诶。跟我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啊，因为我知道你会一直当起我身后边支持我。不管我安怎闹开，安怎见笑，你绝对不会笑我，绝对会支持我，绝对会听我，所以我才会当有勇气去面对所有的代志。所以师妹，你敢会当答应我，将来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？你绝对袂离开我。你会叫我离开你啊？因为你捌离开过我，一摆，若毋是我拼死命甲你录转来，咱即摆嘛无可能做伙。啊，不过若是有一天，
你阁因为你私人的代志，汹汹离开我，我真正唔敢想，若是无你的日子，我是咩过？一摆，唔是风飞沙，阁飞入去你目睭内底吼。你知影，我有时阵感觉足忝，足忝的，忝到强要行袂落去啊。不过，只要会当亲像即马来咱条条，我就感觉我阁有气力会当继续行落去啊。哎呦，大概甲你讲心内话。都把他抓到口口出来了，这样我以后怎么敢说啊？不要紧啊，你给说一句我就爱听的，因为真的很久很久都没人这么重视我，这么爱我，所以我不才会感动到流目屎。那是因为你有这个价值，所以我不才会说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。这样以后的查甫囡仔，既然无去别人抢去，你拄到唔是有话要甲我讲，还是什么代志？咱的情，咱的义，不是讲着讲的明，好歹咱拢行到底，用生命博感情。你拄到唔是有话要甲我讲，还是什么代志？我的过去已经叫要暗藏袂掉啊！到时阵你就会知影，其实我不是一个好查某。你拄着我，嘛不是一件好运的代志。我真正无想要伤害你，甚至是去影响着你的未来。我是安怎啦？讲，咱即马竞选经费无够啊，还是讲，你感觉我即届新发型无好看？我是想要坦白甲你讲，拄到你是我人生中上界好运的代志啊。你总算知影我的好啊吼。所以我不准你离开我，我还永远永远在我身躯边。幸福是要自己去追求的，既然你想都为着我们两个未来这么打拼，那呢我也应该要勇敢面对过去，尽力去保护这段真不简单的感情才对。